次听说合成台也会送原石的。我们先传送到纳塔圣火竞技场下面锚点，往这边楼梯一路下来，会看到一个合成台。过去和他对话，完成就会接取任务。接下来先跟着任务追踪一路下去过任务，分别和这个女的对话，然后再来和这个男的对话。接着变身成为疾风龙，把山体上面的结晶全部击碎，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一个普通宝箱。又需要变身成逆夜龙，完成收集威力挑战。这里可以跟着我一起来。来到这个位置，可以收集14颗，转身往后继续收集。到这里可以收集到20颗，接着往东南方向看。牵引过去，站在平台上，然后转身牵引过去，最后转身再牵引一下就能收集完。获得一个普通宝箱，跟着任务提示对话，去到下一个挑战地点，这里变身成骑游龙，完成收集威力挑战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跟着路线过去即可。挑战完成，获得普通宝箱，接着回到圣火竞技场对话，并且把时间调整成两天后，去到下一个任务地点，把所有的道具交付给这个男 NPC。 我们沿着水边一直走，然后把出现的两个坏人送走，最后回到圣火竞技场对话，完成就能获得30原石和一个成就。哇，是大逆转！上号干嘛？愣着呀。